我哋由英國嚟到香港，你身為 MI， 你應該清楚了解曬香港嘅歷史。我嘅知啦，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坐落於中環炮台裏，佢建於1917年，係昔日嘅拱北門。大樓樓高三層，而不如建有一座圓頂嘅小教堂。它是由花崗石和紅磚所砌成的，它就是新屬於新古代風格啦。大樓曾經先後用作教育署的總部、維多利亞地方法院、高等法院、政府新聞署和舊終審法院。時空轉移，你的 MI先至喺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度襲我喎，咁我串翻你啦。咁你又知唔知道皇后大道嘅歷史？梗係知啦，皇后大道係英國最早喺香港建築嘅其中一條街道。皇后大道喺1841年正式興建，以維多利亞女王命名，分為中、西、東三部分。分別連接而家西區的皇后大道西同埋灣仔的皇后大道東。時空轉移，哇！呢度係砵甸炸街，點解叫做砵甸炸街嘅？砵甸炸街是第一條以香港總督的名字而命名的街道。由於當時是港島唯一一條以石板建成的街道，所以它就叫做石板街啦。時空轉移，咦？呢度邊度嚟噶？咦？呢度係咪尖沙咀鐘樓？咁你個 MI 知唔知道同尖沙咀鐘樓有關嘅資料咧？梗係知啦，有曬啊嘛呢度。尖沙咀天星碼頭側面嘅鐘樓，原本係九廣鐵路舊火車站嘅一部分，係蒸汽火車時代嘅標誌。昔日啲人就由歐洲大陸坐全世界最長途嘅火車嚟到香港。喺大戰之前，無數嘅中國移民就坐九廣鐵路嚟到舊火車總站，喺香港展開新嘅生活，或者坐輪船去到海外。大鐘除了在日據時期停止運作之外，就一直運作到而家。鐘樓就高44米啊，四底層四角，以紅磚接連花崗石建造。佢哋嘅底層四周都均建有露台及通往外圍金屬圍欄嘅高門。佢哋嘅樓頂更足有一支修長鋼枝支撐，高7米高嘅避梁針，建築充滿咗殖民地時代嘅色彩。你的資料都幾詳盡喎。咦，有人找你喎。哦，叫我哋翻總部啊。哦，咁好啦，我哋行啦。好啊。